这头巾漂亮吗？嗯。哎，去！哎，安娜，安娜，很美。安娜，哎，听我说，你试试看。嗯。哎，走几步，看看舒不舒服啊？嗯。啊，好吗？嘿，安娜，舒不舒服啊？啊，舒服，很舒服。哎，怎么样？还是我买的靴子好吧？安娜。还是这头巾漂亮，还是我买的靴子比你好呢？别争了，都好。我就说，大婶是我的好。热莎莱蒂，热莎莱蒂，玉山江，哎你好，爱山江，你们好。安娜，你来看，嫂子今天啊真漂亮啊。哪里呀？今天大婶才漂亮呢，多好看的头巾啊，多时髦的靴子呀。10月1日。国庆节就快到了，这是爱山江、玉山江给我买的生日礼物。安娜，这不是生日礼物，生日礼物啊，我们正在准备着呢。我是来叫玉山江和爱山江去做准备工作的，现在许多人都等着呢。是啊，安娜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，安娜。安娜，再见。热莎莱蒂，嗯，你等一下。送给我什么好礼物？嗯。哎，保密！这套气，兄弟啊，我们走了。什么？不要妒忌啊！我怎么办？你打的吧。哎！再见。再见。妒忌什么？不就是你女朋友吗？萨蒂尔，你看，这都是儿子给我买的，多好啊！他们现在还在给我准备一份生日礼物呢。萨蒂尔，如果你还在的话，他们也会给你买更多更好的生日礼物。Thank you.
我们的父亲，就是这个上海的玉山江。你演活了我的父亲。 导演，谢谢你，你弹得真好，太感谢你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嗯、走啊！哎，你看我这个头发行吗？嗯。爱生姜，我要上场了。可我有事儿，下次吧。你们还是大编剧呢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 我们要去大扫除，知道吗？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那就跟我们一起走好了。来了，来了，好了，不跟你们说了。谢文杰，杀人犯，42岁，凶残而又狡猾，是四个人的头。肖雄，24岁。 因抢劫强奸判了15年。这是尼伢子，30岁，因殴斗杀人判了4环。屠鲁迅，因无证驾驶压死人判了5年，现已服刑2年多。雅库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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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拦住！ 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替你们拿钱去。我有打仗，我有老婆孩子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开枪。 都是一起逃出来的，干嘛动刀动枪的？哼！啊！你回去，公安局那些人会放过你吗？嗯？你不是外面打工的人，回家，你是逃犯，你明白吗？ 他们正布下天罗地网等着你呢。想女人，回去看一眼也可以，但是一定要小心，早去早回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要是被他们发现抓过去，就要加刑严办。回去以后马上去找那个卖羊肉串的阿乌提，告诉他我回来了。 敢不敢起誓？想真主起誓，回去看看就回来，绝不出卖我们。你敢踩着囊起誓吗？哎，你敢不敢踩囊？ 我敢！记住，下午4点前赶到胡杨林会合。
西文杰，这家伙要是不回来，那我们几个全完蛋了！闭嘴，你丫子！那你说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啊？这四面肯丢的疯了路，不找哥们接应，没辆车，我们飞出去啊！啊！刚才一名队长向大家介绍了逃犯的情况，大家注意了，这次任务十分重大。 离国庆节只有两天了，这两天里，除任何小事都是大事。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在国庆节前把他们追捕归案。大婶，你听，我一猜就是有任务，艾山江准是怕你担心，才骗我说去大扫除的。是怕我担心，还是怕你担心呢？ 大婶儿，以后大婶愿意做你们的挡箭牌，只是有件事儿啊，你得答应我。大婶儿，你说吧，我一定答应你。每年的10月1日，我们家比过库尔班节还热闹。艾山江、雨山江他们单位那帮公安小伙子都来，还有他打单位的领导，来的人可多呢。 这么多点心，每个人吃双份儿也吃不完呢。这次啊，恐怕得吃三份儿。三份儿，那一份儿啊，是为了你和艾山江。大婶儿，你有两个儿子，还有玉山江呢。是啊，可咱玉山江，你们年轻人怎么说来着？哦，对了，还没有方向呢。你说对不对呀？<笑> 是艾山江吗？给我送粮食来了吧？你不是艾山江，那一定是玉山江吧？啊！我算计着这两天你们就要来了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大大，是我，你儿子。 屠鲁迅，大大，大大，你儿子让您受苦了，孩子。 屠鲁迅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啊，我以为家里没人，从土陶窑天窗进来的。别是逃出来的吧？我，哎，大达，别叫我大达，我没有你这个儿子。你开车撞死了人，理应受到真主的惩罚。 为什么不在劳改农场好好改造？大达，我那是因为我表现好，政府放了我3天假，让我回家来看看您老人家的。你没骗我吧？大达，我怎么会骗您呢？大达，您看看，这是证明。 这是政府的证明，有这就好啊，有这就好啊。
大。哎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羊肉串。哦，羊肉串，嗯，好东西啊。嗯，真香，真香啊！嗯，不错，哎，就在那里面还有哎，好，哎，就这个，那边，我要那一面，我要那一面，快点，好不好？我要那一面，不错的，哎，坐下来。哎，哈利克！哎，哈利克，你眼光真准啊！这五星红旗，你再订两卡车都会一抢而光的。那是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。国庆节，各个单位都要挂五星红旗。那是那是。哎呦，你好。哎呀，什么单位不单位的，我是啊，挂在家门口用。家家都要挂五星红旗，那是那是。国庆嘛，我走这条巷子，家家都要买红旗呢。大家爱国嘛，嗯，我也爱国。你们知道？我到县里请求把这个活揽下来啊，是不赚一分钱的。哦，谁不知道啊？你早就赚足了嘛！啊，托改革开放的福，托大家的福。喂，听起来，来，怎么回事？听错，那是我的车，太好了。来，下来，给个帮忙啊！真主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快闪开！来，大家过来一下，有任务。好，刚才我们接到个体户哈利克的报告，他的一辆白色吉普车被偷了，车子正向一号公路逃去，那里通向戈壁。是不是与四个逃犯有关系，目前还不能肯定。但是我们必须要防患于未然。艾山江，到；玉山江，克林姆，到；你们三个立即去堵截。是是。撞在你们兄弟俩手里，算我倒霉。嗯。热逼啊！热逼啊！让让让让！大叔，给你啊。热逼啊！热逼啊！来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回家。为什么呀？啊，这生意好好的，干嘛要回家呀？哎，怎么了，德子？慌成这个样子？有狼在追你啊？啊，是有狼啊！啊，哎，你们不知道啊？哎。比狼还厉害呢！你们不知道，三道井那边有个劳改农场，劳改农场里边还有几个劳改队，劳改队里边呢，有劳改犯，劳改犯里边有该死的、快死的，还有无期的和有期的。对，有期的里面有20年、15年、10年、8年、7年、3年和2年的。别笑了，你们知道吧？昨天从里边有4个劳改犯逃到我们这儿来了，而且身上还绑着炸药，他们手里呢还拿着冲锋枪呢，还有枪呢。枪啊！任逼啊，来收拾东西，我们走。好好好。哎，德兹啊，我说你呀，总是听到风就是雨的，事情怎么会有那么可怕呢？你说是吗？要收摊你自己收好了，我们还得等着做夜市呢。他说的对，要收你自己收，我们还要等着夜市呢。只要县上公安局门口的牌子还在啊，那什么样的坏人也逃不了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生来我就胆小，你说这个人呢？
怎么，有情况吗？看那两个孩子，跟他的父亲在一起，多开心呢！要是我们的父亲能活到今天，我们该有多幸福啊！可他老人家，为了我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我却没能好好看他一眼。咱俩，要是能把这四个逃犯抓到，保卫好我们的县城，这就是对我们的父亲最好的怀念了，你说是吗？哎，安娜，安娜，你也来逛街了？你们也来了？热山莱提陪我来买面国旗，等国庆节的时候好挂在家里呀。我说呀，还是阿娜想的周到啊，阿娜比我们更爱国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又开始拍阿娜马屁了。哎，那你的马屁呢？是不是都拍到嫂子身上去了？玉山江，你真坏。哎，玉山江，你们兄弟抬杠，可不许得罪热山莱提啊。热山莱提已经答应给你找对象呢。热山莱提，给玉山江找一个歪嘴巴姑娘。哎，去你的！阿娜，你在欺负我？别闹！我揍你！阿娜，我和玉山江现在去托尔洪大爷家送粮食去。你和热山莱提，去帕丽达那儿看看。吐鲁逊鬼迷心窍，从劳改农场逃了出来。孩子，安娜明白，如果吐鲁逊真的溜回家，就让他媳妇儿劝他赶快去自首。语文得了多少？97分。太好了。大爷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哟，大叔，当心点啊！哎，好。杜立坤这孩子很听话，学习也很好。那可太好了。哎，可能是爱山江他们给我送粮食来了。快开门，快去开门，让他们进来啊！大大，我不好意思见到他们，你去开门，就说我不在。爷爷，爷爷，杜立坤，别叫了。爷爷眼睛不好，阿娜来开门。爷爷，哎，帕里达，你来看看是谁回来了。好啊，你是汉大神刚才告诉我说他逃出来了，我还不信回来看看。没想到真有这事儿。哎，吐鲁逊是表现好，监狱里放他3天假，让他回来过节的。他还有证明呢。证明？什么证明？拿出来我看看。孩子，快拿给你媳妇儿看。我对不起你们。我是逃出来的，啊！哎呀，我太想你们了，我想大大，我也想你，还有儿子，我太想你们了。你对得起政府吗？对得起你沙汉大神一家对我们的照顾吗？你对得起吗？你对得起我们一家老小吗？你怎么就不为我和孩子想一想呢？你难道忘了爱山家一家对我们的照顾了？你真是忘恩负义呀！
我实在是太想你们了，我实在是太想你们了。哦，快走！大爷来了。有情吗？哎，别急，让我先试探一下。哎，还是我来吧。哎呀，你看你叫什么劲儿啊，还不闪到一边去掩护我。土尔轰大爷，土尔轰大爷，我们给你送粮来了。大他，大他，吐鲁逊，你听着，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，你好好想一想。你不出来自首，大达，可别怪我当大达的把你交出去。帕利达、多利坤，你们看着他。大达，大达，帕利达，托尔洪大爷，我给你送面粉来了。哦，您老人家身体好吗？你的好兄弟玉山江没一起来啊？怎么，大爷，你想他了？你好偏心呀、啊！总是想他想在我前面。大爷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们今天有紧急任务，本来这粮食请售货员代送的，可我总是有点不放心啊，这粮食我一定要亲自送。哦，我明白明白，我明白了。来，大爷，咱们把面粉送进屋去吧。艾山江，你看看表，现在几点钟？大爷，现在是2点整，你有事啊？你在这等我十分钟。妈，别等了，吐鲁逊他愿意自首，他就是为了看看他大达和儿子才做出这种傻事来的，请政府宽大宽大他吧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叔叔，嗯，我大达是自首的。我知道了，艾山江，我知道玉山江也来了，把他带走，带走。哎，艾山江，玉山江，你们干的真不错呀！啊，哎，又立功了。走，队长，别说笑话了，吐鲁逊是自首的，算不了什么。吐鲁逊嘛，他说发过誓，采过囊，还是没有交代。可你们抓的那个偷车贼阿武迪就全招了，他是谢文杰的铁哥们儿，偷车呀是为了接应他们。哦，真是的，这一不小心呢立个头功。好啊，来，大家坐吧，坐啊，坐啊。哎，啊，局长、队长，给我们任务吧。我跟局长汇报过了，这次我就不想再安排你们任务了，因为你们编写的天山亲情已被局里选中，列为参加全县国庆文艺晚会的节目了。那怎么了？我们的节目天山亲情是献给母亲的，也是纪念父亲的，现在这么重大的任务不让我们参加，光剩下一个节目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是啊，局长、队长。怎么样，我说他们会跳起来吧。啊，这个吐鲁逊自首，阿乌提交代，是个重大突破。但是还有三名逃犯都是最凶残的，一定要提前抓获。艾山江、玉山江，你们俩是我们局的两把尖刀，一定要用在关键时刻。你们就像足球场上的自由中卫一样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既然三名逃犯在等待接应，那我们就去接应他们。是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别说话。坏了，没人下车。吐鲁逊这个杂种。
去把那几个放羊的干掉。我们三个人分三袋走，快。报告队长，胡杨林没有动静，附近听到有摩托车声，请速前来，请速前来。明白，各小队注意，出击。不许动！婶儿，刚开了头，你怎么了？不不不，过来。大婶儿，我跳的不对吗？爱山江说什么来着？老师，我演的不像你。是啊，你这么年轻，现在生活又这么好，那时的情景，你是难以体会的。大婶儿，那您说该怎么演呢？那一年，爱山江、玉山江都还不到一岁，我呢也只有二十几岁，领着两个孩子，一天下来腰酸背疼，苦是很苦，
但我始终觉得心里很快活。两个孩子慢慢长大了，他们俩都非常懂事，因此给了我许多安慰。再苦再难，我也绝不会像你这样老是苦着脸。当时您心中只有两个孩子，一切都为了他们，希望他们两个活得好，快快地长大，完全把个人的悲哀置之度外，对吗？也不是什么置之度外，我只是没有空自己的事情。没有空去想自己的事。没有空去想自己的事。我明白怎么演了。你不要命了啊！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怎么向安娜和这是莱铁交代啊？来，哎，这个有毒啊！哎哎，你哥，你不能，哎，这个有毒。嗯。哎，你不能这样，哥，纸箱管用。真好。
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兄弟啊，你真够坚强的。爱山江，遇山江。四个逃犯已经归案，两个，还剩下谢文杰和倪伢子。他们两个在无处可逃的情况下，很有可能潜入县城来。大家注意了，这是两个既凶残又狡猾的罪犯。尤其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是什么坏事都能够干得出来的。因此，我们担负的任务最艰巨。上级命令我们，如果罪犯潜入崖谷，一定要在国庆节前抓获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，必须要抓住这两个逃犯，完成任务。那两个小子不抓住啊，安娜的生日也过不好了。你去看看安娜，跟她讲一下，她可能会不大放心。她不放心？你咋不去啊？你难道不明白啊？我们俩一有公差，你那个热善来体准去安娜房里陪她。那有什么？好好好。那我呀，就把你的热善来体从安娜的房间里赶出来，然后啊，我跟安娜说话。哎，等你去赶啊，还不如我去赶呢。哎，你千万别告诉安娜啊，我的手臂受了伤。啊，我偏说，让安娜拉你回家休息。你敢？哼！安娜。还没睡啊？儿子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快进来，安娜，进来。哎，玉山江呢？他在巡逻呢，我们不放心，回家看看你。安娜，有热沙莱提陪着呢。其实我一个人也不要紧的，你的热沙莱提就是心好。你们去忙吧，放心。孩子，这是给你和玉山江煮的鸡蛋，这是给你的。这两个是给你兄弟的，可不能少给他。安娜，这话说了20多年了，我怎么会少给他呢？就是不能亏待你弟弟。好了，快去吧，别让玉山江等急了。珍珠保佑你们。安娜，我想和热沙莱提说两句话。热沙莱提。大婶儿，什么事啊？不知道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想我了吧？你真坏。哎呀，人家跟你开个玩笑嘛。哎，我说。你照顾安娜，我感谢还来不及呢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和玉山江总是形影不离的，他怎么没有来呢？是不是出事了？哦，哎，玉山江受了点伤，在外面等着我呢。哎，别让安娜知道了，他会担心的，明白吗？不要紧吧？哎，没事，一点轻伤。安娜的生日礼物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明天在人民剧场彩排。有时间我一定去看，一定去看。我该走了。安娜，我走了。哎，走了。小心啊！
拉条子好了，哎，拉条子好了，哎，谁的拉条子？哎，谁的拉条子？ 这小子像老鼠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要不抓住他，我就不叫爱山江。嗯，对，不抓住他呀，我也不叫玉山江。嗯，25年前，爱山江他打打牺牲时，我当时也只有你这么大，领着爱山江。 和他打打在洪水中救出的汉族娃娃玉山江三个人一起过。大婶儿，那您为什么不再成个家呢？我放心不下两个孩子。大婶儿，您活得太苦了。我呀，是怕爱山江受苦，更怕委屈了玉山江这孩子。 想来想去呀，还是让我一个人受苦吧。后来年岁大了，也就不去想这事儿了。好在爱山江、玉山江都长大成才了。要说幸福，这正是我最大的幸福啊！现在我就盼着。 你和爱山江早日成亲，玉山江也能早点成家。大婶，我不应该问你这些事情。对不起，我碰到你心里的痛楚。这不是痛楚，这是啥？我也说不清楚。也许你以后有了孩子，就会明白了。 什么时候埋在这儿的？哎，我的那些朋友原来本想做点事情，可几个兄弟全被一网打尽了，就剩下这些，我又不会摆弄。我啊，就喜欢这个。今天可以好好吃顿羊肉了。到城里去啊？对，这叫出其不意。他们要是不碰我们，我们就找关系，想法弄车往西边跑。 碰老子一下，谁都活不成。咱们拼死跑出来，原想要好好活的，全让屠鲁迅这个杂种给毁了。还有爱山江、玉山江那些警察，竟把我们往死路上赶，整天待在沙漠戈壁里，藏在谷……哎哎哎哎，不行！怎么了？你往坟地上撒尿，会遭报应的。人活到这份上，连个解手的地方都找不到了。
是谁？你们好啊！怎么了，帕里坦嫂子？不认识我了？你阿紫，哼，看，大伯还能听出我的声音呢。我年轻时可是个猎手，什么野兽的声音我听不出来呀！哼，大伯可真会说笑话。 鲁迅呢？昨天他回来过吗？大他，哦，你们不是让他找人去搞车了吗？哼，帕里达，别骗我了！爷爷，要不是图鲁迅出卖，公安局的人怎么会找到那片胡杨林去的？嗯，妈呢？谁敢动多利坤一根汗毛？别害怕，我当然也不想杀他。啊，你阿紫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老子还没用过早餐呢，能干得动什么？嗯，那好，你放开多利坤，我给你拿馕弄吃的。嗯，这才像我嫂子说的话。孩子留下！你别吓着孩子，快去。 快拿酒拿菜来！好肉来喽！嫂子，陪陪我好吗？啊，嗯。你放开我！哎呀，你这畜生！这个畜生！你放开我！ 立即抢救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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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让他给跑了。没事，兄弟，他跑不了。杜丽坤，别哭了，孩子，乖孩子，别哭了。哭坏了眼睛就不能读书了。吃吧，爱山江叔叔和玉山江叔叔会为你报仇的，那个坏蛋跑不了。快吃吧，吃吧啊，乖孩子。好孩子，奶奶就喜欢你这样的孩子。你妈妈正在医院抢救，这几天就住在奶奶家，我们都是你的亲人。听话，孩子啊。嗯。谁？哼，看把你给吓的！你给我轻点儿！外面有警察，刚才我差点栽在爱山江、玉山江手里。我是死定了。杀了个大盖帽。什么？你杀了个大盖帽？嗯。你帮我定个时，我要到人多的地方去轰一轰。他们一乱，我们就跑。好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定在2:30。哎，你把时间给我定的长一点啊！你放心吧，我可不想死。哼，没问题。嗯。刚接到逃犯的恐吓电话，2:30引爆定时炸弹，全体出动，必须保证雅库县人民的安全。有炸弹，快去人民剧场，快！
别过来，有炸弹！有炸弹！哥，你行吗？我学过这玩意儿，还是我来吧。你走开！我们成功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哥！你真混，干嘛过来？万一炸起来赔了我一个，连你也搭进去了，你让阿娜怎么活呀？哥，哥。头部严重受伤，帕里达脑震荡十分严重，两人经抢救已脱离了危险，但仍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。队长，队长，我一定好好做人。行了行了，一起来吧。但他刚才醒过了一次，见到我第一句话就对我说要好好做人，我现在就要向政府报告。在逃出来时，我听你伢子说古墓群可以藏身，他们一定躲在古墓里。队长，我要做好人。你使坏，把我也炸了，就把炸弹往后拨了十分钟。那个炸弹是我派大勇唱的，现在连老窝都给端了，怎么办？咱俩总不能等死啊！现在只能这么办了。明天就是国庆了。我们端了他们的老窝，他们必然就要狗急跳墙。明天早晨之前，一定要把他们抓住。你们俩多次和罪犯接触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防止他们进行报复。这样吧，你们不要出去，守在家里。是。萨迪尔同志在抗洪抢险中壮烈牺牲，经批准为革命烈士。多里坤，怎么了？奶奶，等我长大了也要当警察。好，安娜。
阿娜，阿娜，都回来了。阿娜，你看这个羊肉啊，阿娜好，有多好，多新鲜，好，多好，都好，都好。哎，这个你也拿上吧。哎，爱山江，你看你，阿娜，哎，他欺负人。我来，我拿，我拿。哎哎，小心。哎，啊，奶子。啊，真香啊！是吧？安娜，你真是太好了。玉山江，你呀、啊，什么时候把爱拍马屁的毛病改掉，安娜还要喜欢你呢。哎，安娜，你瞧，人家正在吃饭，你瞧他。爱山江，嗯，哎呦，呦，啊，嗯。哦呦，爱山江，慢点吃，还有呢。叔叔，坏蛋抓住了吗？还没有。许多警察叔叔在抓那两个坏蛋呢。那你们不为我爷爷阿娜报仇了吗？爷爷阿娜还在医院里，我真想他，真想他。孩子，别哭了，叔叔吃完饭以后去抓那两个坏蛋，抓住了坏蛋，为你爷爷，为你阿娜报仇。别哭了啊。你们俩今天怎么有空回家来吃饭？安娜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待在家里。嗯，为什么？安娜，胡局长啊，是怕那两个坏蛋会来报复。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我看他们敢来，你们去办你们的事，我自己能对付。安娜，局长也是好心，另外他的考虑也不是多余的。你们不是人手不够吗？怎么还待在家里？啊，安娜，我们待在家里啊，也是领导给我们布置的任务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弄不清你们到底什么任务。反正你达达在世的时候，啊，从来没有过这种任务。如果坏人没有抓到，他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来。那像你们这样在家里当警察，怎么办？啊？热莎莱提，有人在人民商场发现了两个坏蛋，公安都去了。哦，快去吧，孩子。安娜，要当心呐啊！嗯，放心吧。安娜，热莎莱提，你们当心啊。嗯。叔叔，怎么？那坏蛋有枪，你们要小心。哎，真主保佑你。保佑你。亲爱的顾客，欢迎你们光临人民商场。本商场在国庆节期间，所有商品一律九折优惠。注意了，注意了，逃犯已离开人民商场，各哨位要加强巡逻，发现目标立即包围，务必全歼。就是这样，在我们这里。报告局长，请给我们安排任务吧。任务不是交代过了吗？局长，电话。哦。哎，啊，按处理的办。嗯。报告局长，我们想直接参加追捕，不想守株待兔。局长，我们是被阿娜赶出来的，他批评我们不像我的父亲，还说家里不需要警察。这个老阿娜呀，你们还是回去，就站在家门口，那不是在外边当警察了吗？嗯。
开开门啊！谁呀？你是安大婶，你开开门。艾山江在吗？你是谁？我发现了逃犯，特地来报告的。快跑！从厨房的窗户跳出去！奶奶，快！别叫！再叫我毙了你！你莫非带着这两个家伙不可？现在看来，大婶暂时还没有危险。如果我们要是鲁莽了，可能逃犯就会狗急跳墙的。玉山江，玉山江，队长说的对，我们要保持镇静。你镇静，我镇静不了。谢文杰、倪阿子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赶快投降吧！都给我把枪放下！谢本杰、倪阿子，你们说，你们想怎么样？我们不想怎么样，只想活命。给我们一辆车，让我们出去，大家无事。要不然，就和你们警察妈妈同归于尽。艾山江、玉山江，你们不要管安娜，不能放跑这两只狼啊！快开枪！闭上嘴！来呀，来呀，开枪啊！快说，想不想保全你杀他的命？谁要是敢动我阿娜一根毫毛，我就跟他拼命。艾山江，你放心，只要我们移到安全地带，保证把你阿娜放回来。给。谢文杰，你听我说，你把我阿娜放了，我来做人质，我陪你们一起出去。我陪你们出去。这样你们总放心了吧？快，把我安娜放了。你怕了？把枪放下，投降吧。玉山江，你别干傻事。安娜老了，随他们去吧。玉山江，别过来，听见了没有？别过来。停下！你这个胆小鬼，有种朝我开枪！好了，玩够了吧？再不给车，我就开枪引爆了。哎，那是谁的车？快点开过来！过来！谢文杰、聂鸭子，这辆车我愿意借给你们。哎，这样吧，先让他们离开人群，稠密地区，我另有安排。好吧。谢文杰、聂鸭子，我们答应你们的要求，同意这位先生为你们开车，把你们送到要去的地方。开过来！你放心的去吧，安娜。大婶，大婶，大婶！艾山江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还我的安娜！玉山江，还我的安娜！
定要冷静一些。尼沙汗大婶是你的阿娜，也是我们大家尊重和钦佩的好阿娜，我们绝不会让逃犯得逞的，绝不会。是啊，四面都布下天罗地网，他们逃不掉的。艾神将这么做，不正是为了救出你阿娜吗？啊？兄弟，我们一定要救出阿娜。你给我开快点！已经80码了，100码，不，120码。你开玩笑，这车颠得太厉害，你腰里那个东西要是炸起来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动三动五，注意拦截，防止中途外逃。快追！站住！站住！玉山江，你把他救醒，问问情况。哎，哈利克，哈利克，站住！放下武器。血泊，放开我！走！我儿子来了，你这条恶狼，快投降我！我正想跟他们算账呢。一家都到齐了，开枪吧，开枪吧！现在我数到三，你们不开枪，
我就开枪。我数了，我数了，一、二。哎，安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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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娜，哥，安山江，哥，安娜，我的孩子，哥，当心啊！山江，解下皮带。哥，接住啊！哥，抓紧一点！哎，爱山江，上来了，来，使劲儿，把手给我，手，哎，手给我，哎，抓紧！来，山江，哎，好了，爱山江，哥，爱山江，爱山江，我的孩子，安娜，哥。海参江，好样的呀！局长，局长。献给你的生日礼物。